写字的。你先坐好。从妈妈找到妈妈回来。哇，在哪里？你们等很久啊。
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纪，然后还好像觉得，你都很有计划，然后对人生很有想法，然后就是可以很充实的过自己的人生，这件事情其实还蛮难得的。然后觉得，很为你开心，就是走在你自己想要的道路上，然后也很有成就的感觉。然后问你就。希望可以如预定的可以回去啦，或者是先祝你新婚快乐嘛，但我们不在这里，我觉得祝你求婚成功，然后开心。可以耶，可以耶，哦，可以耶，快点，快点，快点，你要。
那我怎么办？有没有可以先帮我拿吗？好，谢谢谢谢，小心哦，你不要按哦，不要按到啊。他是你男朋友吗？他是哥家啦。那怎么办？不要拿好了。他家是娜娜的男朋友。我按哦。去另一边，
发现宁可真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高级好货，你一定要跟他相差多久，然后要很幸福啊，快嫁给他啦，不然这么好的货色，真的很浪费的感觉。那要幸福先这样子哦，很期待参加你的婚礼。剪掉太多了吧？我第一支自拍影片就献给你了，到底有什么都没有剪，我想我这辈子应该是不会做自拍影片这种事，是啊，是。其实到现在还是有点不相信你真的要结婚了，你知道吗？就是每天上班的时候看你传那些试婚纱、试婚戒的影片，我还觉得天哪，那个一起跟我熬夜打棒棒，然后每天要抱着小孩子睡觉的人，真的要结婚了。就每次都就是知道你要结婚的时候，想到你那时候跟我在考试院前面跟我说你认识一个好像蛮聊得来的男生，然后就觉得天哪，那一幕现在想起来都还那么清楚，我都还记得在考试院前面的公车站，我记得。然后这个人就慢慢出现了，然后我还一直误会他叫钟建芳，我一直以为他是钟建芳，那时候心里还纳闷很久，想说男生名中芳真的好吗？然后就是对，但其实你跟我说你们吵架都会吵到就是讲清楚，然后他会愿意陪你一起吵到你觉得满意可以停为止，我就觉得大概这辈子只有这个人愿意跟你吵到清楚才会停，然后还要智商可以跟你相当的人应该就走他了。刚刚讲了很多祝福你偏不敢讲话哦，但你知道我真的很开心可以找到一个疼你然后爱你然后愿意跟你一起做一些很幼稚的事情，好吧？他应该也是本来就蛮幼稚的人，真的。然后我觉得我蛮相信你们以后应该就会一起这样，带着一群娃娃睡觉，一起盖着同一条棉被，然后一起开心的走下去。好了，这是我开始讲出最感兴趣的迹象了。我知道，每次看到你们相处都知道这件事，也很相信这件事，然后也希望你知道我一直这样子看着你很幸福的样子，包括你现在当了一个幸福的人妻，或是未来当一个幸福妈妈的时候，我都会在你身边，然后一直祝福你，爱你。猜一张啊！你。
是猫眼，因为猫眼，我们有三分钟要讲，所以我们能慢慢来。就是你刚才把他买了什么东西？你要不要好好交代一下？对啊，我们等到肚子好饿了。逛一下好了。那你有去逛全家吗？你知道二十个人在等你吗？这都有三分钟哎，那不知道多讲一些话。我刚刚说的快转啊。哎，他刚才录了很久，对不对？我刚才有人逛吧？我不知道哎。为什么呢？为什么？好奇怪哦。为什么？嗯。哎呦，这个好讨厌。你现在有任何的感想吗？我觉得有点尴尬。我没有整天，我第一次好吗？我第一次自己录影，他上次就跟我说我都没在打卡了，然后就 po 在那个 Instagram。Instagram 没人就没事。今天有那种明星般的待遇，我不太想要过去。不要这么尴尬，这个画面好难得，我天哪，好开心哦。哎，为什么你要选这只豹，不选别只豹？对啊，大家不用闹，不要太尬了。好恶心！哎呦，晚上都抱着两只，那这样子，那是别人的。其他的在旁边是。哎，要不这样？其实三分钟比我想象中的超久，超久了三分钟。我怎么没有看到影片给高冷？开始哦，好，坐好，不要坐，不要坐你旁边好了。手开，妈呀！脾气很差。我放那边，放那边。想到哪里？还有一只老三呢，在这。你变老四了。哎，小明，我是张爸，祝你百年老合，要幸福快乐哦。我今天没有化妆，可是代表我非常的真诚，我也没有虚伪哦。要幸福哦，小明一直都很真诚。小明叫平平姨，阿鲁。叫平平姨，你在跟他对话吗？好笨啊！你说冰冰，你在哪里啦？冰冰，你嫁给阿库明哥。拜托拜托。虽然我弟平时老爱发飞，他又不是连胜文，但是我觉得以我跟他相处三十多年的经验，我觉得老婆嫁给他一定不会这么认真的。嗨嗨，小明，你记不记得你跟爸爸有过约定啊？是是是，爸爸一直都答应你几岁才能结婚啊？四岁我们没有体力在方面。就最近对你观察，你好像有进步了，你会打扫房子，对不对？我跟姐姐有一次的想法，是是我要打包行李去台北帮你大扫除，结果好像发现不用了呢，你可以自己完成了呢。爸爸没有摔掉我。那算是吧，那姐姐你说那算嘞，先可以嫁了，可以嫁，好啦，嫁给他吧，我们就祝福你们的
下一个。我算了。很重要，你是你喜欢的呢。
好啦，我要跟你讲话。小米，听我讲话。那个，你看了，好像小天那个，我不知道你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其实很久没有焦虑。你那时候刚认识我。变化。对，其实我觉得真的，因为我们两个脾气都是很硬的人，然后。我非常感谢你，就是在跟我相处的时候发挥了极大的 CQ， 我觉得那个是你跟别人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然后也谢谢你一直都在我的身边，然后没有离开过我。然后虽然我不是大熊，但是你真的就是我的哆啦 A 梦。然后啊，我其实我都是一个人在吃饭，一个人去做什么事，我都很习惯一个人。但是跟在一起的最后那几年，我觉得尊重自己。因为之后就要结婚了哈。那我发现啊，就是晚上如果你不在的时候，我真的是比较难睡，然后很多事情，那就吃饭来干嘛？你会觉得我真的没有暖？没有你在，我觉得好像不太对劲。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对我来讲啊，这样子的人基本上已经是家人了。然后我想不通为什么我会对你这么依赖，所以我后来想通了，我把你变成我的家人。哎呀，多给你一个和气吧。那你愿意嫁给我吗？你干嘛？干嘛啦？一个会招人的走，你愿意嫁给我吗？讲出来，大声一点，三个字，好吧。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好，谢谢。